天带我姐去小集市逛一逛。给你挖点薯子啊，这个薯子看长得可大了。哎，看这个薯子，姐，这是咱们是纯天然的，回去这个挺好吃，这个能放得住啊，回去慢慢吃。先给你挖，提前挖。小时候吃过，它汤泡饭泡的可就像糯米饭一样吃的。那个桶拿来，对呀，这个你看，这么大都挖断了，天哪，这好像断好多呢。里面还有啊，先把这几个搞。
对，好像红薯，好多人没吃过，这个特好吃了。哎呀，对，这里切这么多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有一串，这有一串，看，这才能断，这个回去慢慢吃姐，它能吃好久，这个能放得住这些东西。如果不说，别人好多人认为是地瓜啊、哦，但是这个桌菜可好吃。你看这种形状就可像地瓜了。哎，看一下这个，我感觉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大呀，哦，这个好大。看，哦，看一下这个姐。这好大，这么大一个，好像地瓜啊、哦，可好吃了这个。晾干了就能放，放一两个月的话，这好。这头可以放进来。把这层皮剥掉，你看呢？虽然这外边是黑漆麻糊的，一剥掉，你看，哇，这么嫩，你看，红这么红啊，可好吃了这个。今天啊，天气有点凉了，咱们拿这块排骨呢煲个汤，剩下的红烧。猪骨冷水下锅焯水，现在啊，咱们再做一个药膳汤，今天天冷，刚好非常适合。这个是土猪骨，非常完美。茭白炒肉，这都是家常小菜。小炒麻豆角，大家吃过没有？这个豆角是黄的那种的。大锅小锅一起来，麻辣甲鱼出锅，红烧排骨也摆定了，你说，吃饭喽！吃饭，这个非常简单，都炒菜。你看，全是都可以炒菜。麻辣甲鱼，你看我看。不是那白鸡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好，就一个地方一个名，就那么出一个，这不是山药。还有这个黑，这个豇豆呢，它是黑色的。就是今天买的那个。今天买那个。你这是用油煸的吗？嗯。
刚吃过就不怕了。我有一次去什么菜，给人夹一碗，然后里头可能有黄鳝鱼，我一下把我吓一跳。鳝鱼你也怕？嗯。哎，鳝鱼可香了。我就不吃。哎呀，青蛙你吃？反正每个人心里就是想的。青蛙也。青蛙我吃了。那青蛙。辣椒一炒，对，辣辣的，不够炒，对，嗯，你湖北的就是炒整个，还有整个的呀，啊，不是把皮扒嘛，炒整个，一个，稍微开始，不怕。